雪图营如台北报道，农历春节将近，不少五星级饭店都推出冬季住房特惠专案。这次台北福华推出超杀优惠，只要透过饭店订房入住，最低可享当日现金赠品券，除了住房五折，还将送出最高总价值4376元红包。幸运的消费者，最优惠的约一晚不到1000元就可入住福华。台北福华2月20日至3月5日推出史上首例新春 Lucky 2018国人住房礼遇，入住豪华双人单床房，原价10500元，现在每房每晚只要5300元起。如果身份证含2018四字，且顺序相同，赠送2000元赠品券、花园大道餐券2张，总价值4376元，也就是5300元再优惠2000元，加上赠送2376元餐券，等于不到1000元即可入住。若2018皆有，但顺序不同，则赠送1000元赠品券、花园大道餐券2张，总价值3376元。任三数字顺序可不同，赠送1000元赠品券、花园大道餐券1张，总价值2188元。任一、二个数字相同，赠送赠品券500元与1000元。此专案仅限住宿期间于台北福华使用，除了住房优惠外，馆内自助餐也寄出好康优惠，不分平假日午晚餐或下午茶，白当月生日寿星于一楼中庭，彩虹座消费4人同行，寿星要浮华招待，4楼花园大道2人同行寿星享半价，4人同行寿星免费。台北福华特别推荐多款经典动力多品，包括蓬莱春的泰式传统养生多品，以及高汤底搭配美白瓜、杏鲍菇、珊瑚菇、新鲜香菇等6种菇类，放入熬煮6小时以上，再加入少许去皮的3层肉、枸杞与苹果前，让汤头兼具菇类原味香气，鱼肉烂鲜甜滋味，符合现代人健康饮食趋势。江南春则是推出一系列砂锅精选，又著名的杭式阿堵鲜砂锅、狮子头浓汤砂锅、鲜虾粉丝砂锅等，珍珠房以养生食补为主轴，推出多款粤式煲汤、原汁原味慢火熬炖，尤其适合冬天手脚容易冰冷的消费者，暖胃又驱寒。台北福华大饭店2月20日至3月5日推出史上首例新春 Lucky 2018国人住房礼遇，此为豪华单床房。台北福华提供台北福华大饭店蓬莱春鲜虾粉丝砂锅，福华提供台北福华大饭店珍珠房猴头菇鱼肚汤、玉竹桂圆排骨汤、蜜枣沙发排骨汤，福华提供